然后这款游戏放置钓鱼，同意，进来啦。这海外开发的吧，看起来不错啊，还有中文呢、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！钓到了，那个鱼会损血呢，会损 HP 哦。放置概念的、啊，攻击力增强三次。啊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，可以给妹子玩的啦，老少咸宜啊。没有什么竞争的概念，钓三次的鱼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邮箱。哦，好像给很多东西耶，这是什么啊？不过钓鱼钓的速度好慢哦，加个攻击力，这个好像有点贵。来，我们加，可以加几等啊？可以到哇，我的攻击力可以拉到那么长的、啊，这样子啊，就直接可以秒杀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一至一，直接秒的、啊。钓鱼竿咔嚓三十次。咔嚓是什么意思啊？下方这里啊，这转蛋啊，哦，有只剩了很强的钓鱼竿吗？那这样子有没有什么伙伴之类的？一键合成，哦，有哎、欸，紫色的哎、欸。那我现在是佩戴这一把吧？对对，我佩戴这一把，你有看到吗？右上方，你换了钓鱼竿，它会改变颜色啊、哦，好厉害呀、哦，吓到我了！来，花费积分五次，全部拉攻击啊！猫的欢呼，攻击加100%是什么、啊？这个金币获得量跟经验是最重要的啦，然后。因为我是体验试玩而已啊，所以我就不拉那个了，拉那个没有意义啊，我待会就退游了。哦，这是什么装备吗？一样啊，是抽装备的，好吧。既然如此，装一下。欸，如果攻速拉很快的话，它钓鱼应该就会钓很快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获得技能啊，有技能了、哦，欸，真的耶，很柔和的放置养成耶，哼，好柔和的放置养成哦。有用技能出来了，有看到吗？我像23等，对不对？30等解锁第二个技能，再开技能哦，看一下哦。嘣嘣嘣，那技能好像还好，不是特别明显啊，其实。那有没有伙伴的扭蛋啊？暴击增强三次，我要增强五次好了。哇，我没金币啦！有没有看广告给金币的啊？正义效果、排行榜那些都还没开耶，这边可以直接储存哦。首先要连接账户啊，反正你要切换装置的时候，你就先储存一下吧。来，转战30次。钓钩好像没有抽到什么好的、欸、初学者套餐哇500%、欸、62块啊，送你顶级的钓竿、钓轮、钓饵这三种啊，顶级的装备。来钓饵，就这一件啊，一键合成。
猫咪的欢呼，这就是猫咪的欢呼哦，增加输出的，前面提高就提高这个、哦啊、欢呼是欢呼多久啊？我有第二个技能了，佩戴好啦，两个技能都有了、哦、看一下吧，技能好像它都没有很明显的那种释放的感觉哦。好啦，攻速也增加两倍啊，要看广告吗？哎，第一次啊，靠杯好口哦，他只送一个免费的，剩下都要看广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广告上啊，是去广告套餐啊，多少钱？哎，620块耶，史上最贵哦。还有自动启用猫咪的欢呼，这两个你买下去930块，要求哦，哇、哦，很贵呢。那你这款其实没什么人气啊。你如果说你砸大钱在广告上的话，让玩家都进来玩，那还可以接受啊。但问题是你这个钱都没花，你让人家吐那么多钱哦。那我发抖、哦。刚刚是930对不对？哦，对对，刚刚两个套餐合起来是930，再外加一个手厨送钓竿、钓饵、钓轮是62块，那不是998吗？有没有992？找8块，1000块找8块呀、啊？有没有很开心呢、啊？玩这游戏，你想得到最佳体验，1000块吞下去，我的老天呢、啊？捕捉到鱼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挂机钓鱼哦，还是怎样？这是钓到鱼，钓到那边来吧？好啦，那是每日任务，来我们这边抽一抽吧。第二个跟第三个没有，好可惜，看不到，没有什么伙伴系统之类的吗？进入黄金渔场，副本来了。看一下黄金渔场是长怎么样？哎呦，这边做的倒是还不错啊。哎呀，他这款做的是还不错啦，但是商城是有点贵哦。啊，目前只有安卓推出啦。嗯，如果喜欢的话就玩看看吧。本次影片就到这里，好嘞，大家拜拜。